今次我哋嚟到咗连央视都要过嚟打卡嘅粤菜馆官山美厨。第一道菜清蒸毛骨山泉吊水丸，拒住鱼肉刺客，从呢一道毛骨丸鱼肉开始，采用清水鹅养肥美丸鱼，更显鱼肉鲜味。第二道菜网红一号烧鹅王，店家专门用正宗嘅黑中鹅烧制，皮脆肉嫩。第三道嚟啦，香煎脆皮鲜虾饼，新鲜虾仁搭配脆皮煎制而成。第四道菜冰皮掌翼，恰到好处的冰冻增添了别样的风味。官山美厨自研了多款特色粤菜，比如这一道五彩缤纷捞鸡，在饭台上面捞到风生水起，多种副菜搭配捞起，口味多样，好好味啊！快点和我一起打卡这一间央视同款粤菜馆啊！